你敢讲少峰安怎？我着甲你的头转来，互你坐。你敢讲少峰叫你离婚，你敢无爱？少峰本来就是我的，该嫁予伊的人是我。一个查甫人连结婚都无法度才甲你的意思，要离婚嘛要看别人面色，伊若有法度互你幸福，我的头才转来互你坐。你敢讲少峰安怎？我着甲你的头转来。啊！所以讲，甲伊的头来去晒，去用啦。啊，不过你一定后悔。 因为叶少峰背后恁的囡仔细件，伊会甲你的面粉拢收袂掉啊！顶一个也该死，下边这一只是要上冠军的代志。你搁要对少峰怎想？你是要甲代志要活大啦？即马张嘉玲唔知要创啥，伊要甲少峰的名声毁掉呢。嘉玲，你较冷静的啦，我已经提出上大的事，伊要来解决啦，你唔通唔知好歹哦。 你只是啥物事？你只是交我甲叶少峰的秘密讲出来。少峰无啥物秘密，惊你讲啦。无你讲啦，你爱啥物条件，你才肯好好配合。我无可能配合你。因为我甲所做的代志，我爱你付出代价。算我甲你拜托，一个月，你离开一个月，等我甲代志处理好势，你想要倒来，你就倒来，安尼好不好？ 就算讲伊肯，我嘛无可能答应啊！连一个月你都无法度等，我已经等十几年啊！这是我立业甲上紧的一届，我若是失去这个机会，我唔知影你要用啥物借口来应付啊！这件代志嘛，得要顾虑阿嬷的想法，你要顾全大局。我已经替你顾十几年啊，嘛好通给我一个结果吧！ 我的肚内即嘛有囡仔，一切拢以囡仔为主，无我的同意，啥人拢无资格替我决定任何代志。我即嘛有囡仔，我袂搁再忍啊！啊！你要想啥？啊！啊！你干嘛要跟我动手？你是要跟伊弄死啊？今仔日就把代志处理你的，我嘛无想要看你的面色过日子啊！ 过去啊！莫过去，唔着看伊去用饮食。张嘉玲是家己无起来，阮跋倒的，若无想要饮食，着赶紧家己爬起来啊！嘉玲，嘉玲，你创啥？ 到时阵警方若是问起来，你着卖相想，你要甲这个人杀来我遮。我若是犯官哦，你嘛无可能无代志啊。明明就是你两个人起脚动手的，啥人会当作证？这着咱两个人尔。我讲你是共犯，你就是共犯。没事哦，妈，把你做伙死死的，是气话安尼来？你敢威胁我？ 十几年来威胁你一届，无算超过啦。今仔日这件代志，算咱两个人的秘密。我替你，还佮有少峰处理这个麻烦。希望以后你会当当作媳妇甲我看待，若无，我嘛无可能将你当作大家尊重。